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看《圣经》好看，《马可福音》第一章。这一章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出来，在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，让人在神面前来悔改、认罪，并且他传道，将来有一位比他更大的约翰用水为人施洗，但是将来这位用圣灵来为人施洗。接下来，耶稣从加利利上来受约翰的洗。而他一受洗之后，我们看见圣灵中的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并且有声音从天上说："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"耶稣领受圣灵父的爱，开始起来传扬主的道，并且他呼召门徒起来跟随西门安德烈、有雅各、约翰，并且耶稣得着权柄，赶出一切污鬼的势力、一切黑暗的势力。并且耶稣真实的爱人，耶稣进到西门的家去医治彼得、西门的岳母，并且使人得着真实的平安。耶稣做这么多伟大的工作，关键在他顺服上帝，起来跟随神。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祷告当中领受圣灵，领受主的爱，完成主的大使命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Amen.